面线三百大放异彩乡镇艺术巡演第八场邀请声声剧场23日晚上在园林园演出希望之翼，以高跷造型加入面具人偶演出精彩。王惠美县长与民众一同感受彰化迈入建县三百年的欢乐气氛。一般的团体大概演啊或者唱啊或者舞啊，他们是通通都有哈，从表演啊舞蹈啦、等等各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那个海报上面大家看到，哎呦，好缤纷，等一下小孩子会很快乐很高兴哦，因为今天包括从面具踩高跷一直到声巴鼓等整个的节奏各方面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愉悦。那最主要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非常的忙碌，忙到我们都已经忘掉我们的梦想是什么。那他今天呢最主要是透过这个希望之翼带领着大家能够呢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思维，朝向另外一个路途，那未来让你更加的光明哦。首先还是要先感谢我们王惠美王县长哦，哎，那时拢去想着园林哦，因为我该做好诶，所以他怎么想都会想到园林哦，把最好的节目都摆在园林哦。今天的声声剧场，等一下会看到我踩高跷的，有戴着面具的哈，真的很好看。声声剧场希望之翼以高跷造型打造强力视觉效果，结合创意森巴鼓，充满感官震撼与绚烂色彩的独特演出，再以大量的现场互动充满惊喜，让现场的大小朋友看得目不转睛。公益频道林义俊，园林采访报道。